不用不用，直接转，直接转。不是，你可以，你试试你一个勾到八，直接加个 seven 就进去了，你干嘛还再多十一局？勾，这首歌不是七到 F 调吗？那你通常要转调，就是转到那个调的属七和弦嘛。F 调属七和弦是不是 C7？ 对呀、啊。如果像 A 还是 G 转？D 转 D 也是一样啊。要勾那个 D 的 seven 进来。对 ，D seven 进来。对对对。我要加 seven， 你不加也可以啊，我不是讲过吗？所有的组合弦可以进到任何和弦都可以，所以这首歌你直接转就 OK， 也是可以的。对。那你如果加个 seven， 那你如果可以解释嘛，就等于说进到这个调的属性和弦进来，也是一样，是不是道理是一样？加个 seven， 哎，对呀、啊。好了，我们那个，哦，你要帮我看多少？你用 F 好好好，不错哦。他要帮我翻 F minor 调。可是我不知道 G 的时候我要点这个。对呀、啊。到升高的时候我要点升高。什么这个升高？啊，那不是 F 换到 G 调，就是 C 调，就像这样子。哎，对对。F 对对对。那 G 我要用什么 A 还是用？在这边你又伴奏，你又弹和弦，要在这边了。这边对，就低，你这边太高，弹和弦不要这么高。他 F 帮我伴奏 F minor， 他总共是这首歌，他是 F minor， 对，转 F 调，然后再转 G 调，还要转三个调，啊，对，不错，来试一下，示范。